起来，小姐。感谢哇，这咖啡赞哦！各位第29届这个民政府学员哈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啊、哇，大家辛苦了哈，啊，早啊坐到即马呢哈，啊，这个时间都啊下午茶的时间哈，也、啊、是独孤的时间啦哈，啊，所以等下那独孤无要紧哈，因为那咧爱困有影控制袂调。哦，哎，有咖啡，真好真好。不长的天气也算好吼，恁大家可能暗时会凉凉啦吼，袂讲热啊走无路吼。即、哦、几天，哎，伦敦吼，即摆是7度呢，哇，足冷的呢。所以咱遮算袂歹啦吼，算袂歹。啊，咱知影澳洲大陆吼，各位毋知捌去澳洲无吼？哦欧洲大陆就有德国啦、吼、哦、法国啦、比利时啦，啊，搁即个俄国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向东边去遐吼、哦，叫做东欧、东欧吼。诶、哦，啊，欧洲大陆的搁较北边叫做北欧吼、哦，啊，英文叫做 Scandinavian 吼、哦。啊，北欧有4个国家，啊、各位敢知影倒一个国家？有4个，挪威、瑞典，啊，再来芬兰，嘿，啊，搁丹麦，哎，对 对, 對，四个国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瑞典吼、哦，我伫瑞典住11年，吼、哦，有够久个呢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吼、哦，瑞典有一个学者吼，伊、哦、心理学家啦，啊，咧研究这个心理学个吼。哦啊，研究出来吼、哦，有一个啊、叫做 Stockholm 是瑞典的首都啦，吼、哦，叫做 Stockholm Syndrome， 就是斯德哥尔摩的症候群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是啥物物件呢？就是讲，这个被害的人吼、哦，加害和被害的人，啊，这个被害的人吼、哦。佫颠倒转来支持加害的人啦，吼、哦，共杀的人吼、哦，啊，受害的人煞变做佮支持咧吼、哦。咱毋知还佫会记陈进兴即个案件无？陈进兴哦，较早伫台北有无？吼、哦，陈进兴即个案件，伊就是捌装入去一个民家的厝吼、哦，因为台湾天气热。啊，普通拢关外口铁门，啊，内底即个门拢无关的吼、哦，啊，外口铁门吼、哦，弄芳，啊，用迄个衫巾啊吼，小搞一下铁门就开啊，啊，就弄入去民宅的吼、哦，啊，民宅内底拄好有一个查某囡仔吼，伫厝吼，伊就将即个查某囡仔甲强暴，啊，强暴了呢，哇，即个查某囡仔佫倒转来甲帮忙啦。哦，即陈正英就利用即查囡仔，哎，伊出去外口甲买便当，去啊处理代志安尼吼，领导甲帮忙。啊，照讲是被害者，你计出去时，你着溜啊咧，走派出所啊，走倒下咧，毋是？伊着去甲买便当，买买，佫转来吼。哦，啊，即着叫做 Stockholm 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症候群 ，Stockholm 的症候群啦吼、哦。啊，即摆着是讲。全台湾哦，哇！我看有500,000,000人拢患这个症状啦，拢症候群啦。哦，即摆台湾人受中华民国的迫害吼、哦，啊，即摆搁咧支持中华民国啊，足济啊吼。你看国民党的这选举的吼，伊、哦、票单倒来啊，拢嘛台湾人的票啊。哦，这就是迄个斯德哥尔症候群啦，吼、哦。各位也知影吼，啊，即摆咱知影吼，即、這个中华民国伫1920年吼，1920就是迄个公元啦吼，啊，民国
1912啦，吼，1912成立的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1912拄啊民国一年吼，啊，所以民国甲这个公元哦差11年，就是陈家来的啦，吼。比如讲，我是这个民国25年出的吼，25年生，啊，佮加一个31，啊无1936，或者1936生的吼。啊，所以我即摆要讲的拢是公元吼，我民国我唔捌哩吼，啊，所以拢讲公元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吼，伊那成立。就是孙中山去引导这个清朝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咱知影吼，一个国家啊，甲一个政府吼，是两个无同的物件啦，吼。这个孙中山引导清朝，啊，清朝是一个政府啊，清朝嘛无去啊，变作中华民国，啊，但是这个国家呢，嘛是叫做中国啦，吼。啊，比如讲清朝去这个入关入来中原引导明朝哈，啊，明朝这个政府和清朝引导，啊，所以明朝政府就无去啊哈，啊，清朝呢就爬起来，但清朝嘛就叫做中国，哈，啊，所以来讲，不管你政府安那推翻安那改变哈，伊国家无变，伊国家就是中国，哈。啊，即摆中华民国伫1949年吼，和阿强啊、蒋匪甲拍倒，吼，拍甲走路，等于即个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安，照讲呢，中华民国即个政府就无去啊咧吼，就变作即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个政府。但是伊个国家呢，嘛叫做中国啦，吼。但是中华民国是安怎还佫伫咧呢？因为吼，伊还佫有金门马祖啦，吼。就是讲中华民国伊这领土无完全消灭，啊，所以伊还佫伫咧吼。啊，但是伊袂当代表中国，因为伊领土剩金门马祖啊，吼。啊，咱佫知影吼，一个国家吼。敢若会使有一个中央政府，吼、哦，无可能一个国家两个中央政府啊！安尼你是要统治这个国家吼、哦？啊，即摆咱知影中国的中央政府伫底，伫北京啊，伫阿强啊政府啊，啊，中华民国这个中华台北是啥物？伊讲伊嘛是政府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无可能两个中央政府。所以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吼，就是伊流亡的政府，伊走路的政府，伊叛乱的政府，吼来抵抗中央，吼变作这个情形哈。啊，所以是1949年吼，啊，蒋啊拍赢国民党，啊，国民党走路来台湾，吼啊，所以国民党的中华民国。但中国走来台湾，1949年的台湾是日本的领土。哦，虽然日本台湾战败哈、哦，但是还阁是日本的领土啊。啊，所以国民党但中国走来台湾，啊，是毋是流亡？流亡无同的国家、啊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像达赖喇嘛吼，伊但即个新疆。流亡去印度相共啊，伊是一个流亡政府啊，吼。啊，所以咱的观念啊真清楚，就是讲，中华民国吼，伊即摆碰风讲伊是中国，伊代表全中国吼，其实毋是，伊是一个流亡政府吼。所以咱读过来就清楚吼，一个国家啊甲政府是无共的两个概念吼，啊。中华民国，伊走来台湾，伊是一个流亡的政府吼，所以这咱爱真清楚啦吼。啊，这个中华民国即马吼，照讲是1949年伊走来台湾，中华民国就已经灭亡啊啦，
照讲是未亡啊。迄当时呢，蒋介石是在呀，吼、哦，伊毋是中华民国的总统，伊敢那是即个国民党的总裁，吼、哦。啊，中华民国的代理总统是啥物人呢？李宗仁是代理总统。啊，所以伫1949年吼、哦，啊，蒋啊拍倒国民党的时阵吼、哦，啊，李宗仁嘛是走路啊，伊走去美国啊。啊，蒋介石咧，伊走来台北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照讲咧，国民党诶中华民国伫1949年就无去啊，就消灭去啊，吼、哦。但是咧，蒋介石走来台湾了咧，伫1950年咧，伊就讲，伊要倒转来做中华民国诶总统，吼、哦。啊，教科书甲咱讲，伊是复行世事，吼、哦。别个回来试试啊，吼！一个总统会使讲哦，伊要做就要做嘞，吼、哦，才变作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1950年，啊，中华民国伫到台湾呢，佫活起来，活到即嘛，活到即嘛佫活嘞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的演变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嘛，吼，啊，我佫来讲一个。较轻松诶，吼，较轻松。拄拄啊，咧开讲咧讲，即个人我都捌伊咧，较早捌饲鸟咧，吼。即代志吼，因为我较早拢我是台南人啦，吼。啊，自细汉吼，嘛是真古意咧，敢若遐读册咧，吼。啊，也毋捌离开台南市咧。啊，着小学读到中学吼，啊，读到。大学吼，啊，大学我是台南的成功大学啦吼，伊较早叫做工行院吼，迄、哦、是日本时代就有的吼，即、哦、工行院吼、哦，啊，我入去的时阵是工行院，毕业的时阵哦，变做成功大学啦吼、哦，啊，我伫读建筑的吼、哦，我设计课阁袂歹吼，啊，所以要毕业的时阵吼。哦即、这个系主任吼、哦，哇，就走来甲交代吼、哦，伊讲你即摆吼，若做兵了吼、哦，啊，会使转来系林吼、哦，来做助教安尼吼，哇，迄当时安尼真欢喜嘞吼。伫1960年代吼、哦，经济还阁还袂起飞的时阵哦，哇，头路真歹找，吼、哦。你讲一个大学毕业生要找着头路，哇，无简单吼、哦，啊，所以。会当等于做助教，啊，当然是真好啊，吼！啊，所以我做兵了吼，啊，就等于成大建筑系做助教，啊，做头两礼拜吼，啊，这学校的教务处呢，会就甲叫去啊，吼，讲啊，你袂使做助教安尼吼，啊，迄阵咱少年呢，啊，毋敢甲问我到底是安怎袂使呢，吼，啥物理由呢，吼？啊，尾仔呢，啊，较知影讲，原来吼，我拒绝加入国民党啦，吼，因为我大学四年的时阵吼，有一个教水彩的一个教授吼，伊是从中国来的吼，姓马吼，啊，普通上班吼，啊，我拢用脚踏车个载去教我啦，去写生啦，吼，含我袂歹安尼吼。啊，佮我的水彩画啊，画了真好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大学四年有一天，伊就摕一挂表呢吼、哦，啊，要叫我填落底啊。伊讲这表填填咩吼？啊，你将来要出国，哇，足方便吼、哦。啊，若出国了回来，啊，要找头路，啊，真方便安尼吼。啊，我迄阵就安尼真正直的吼，讲、哦、我表填填咧吼。哦啊，就有遮侪好处咧吼！啊，若无填表的人，哇，啊，拢无好处咧。所以我总爱拒绝，我安尼毋对咧吼。若好处，大家拢相共啊，平等啊。啊，若讲你入党就有好处，啊，无入党就无好处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我就无加入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咧，啊，就点样做记号啊吼。就是因为安尼，啊，所以就袂使去。一个学校内底做助教，所以各位你个想吼，一个大学内底
小小一个助教吼，你要去遐吃头路，要去遐工作，你来入党吼。你要做一个讲师，要做一个教授，要做一个系主任，要做一个院长，甚至要做一个校长，你敢毋免加入国民党？哎呀，无你无可能，迄个位要互你啊，吼。所以就是讲，国民党就是透过这种系统来控制台湾人的这个教育，控制台湾人的思想啦，吼。所以因为安尼呢，我就包括款款的，哇，第一摆离开台南市哦，就来台北啊，吼。台北拄拄呢，中立。遐有一个叫做中原，即摆叫做中原大学吼，较早叫做中原理工学院，遐拄拄啊成立一个建筑系吼，我后咧欠名助教呢，吼，我著伫遐去遐做助教吼，一方面做助教，一方面呢准备哇，准备出国。迄当时呢，1960年代即大学生呢。有一个趋势，就是讲，哇，大家拢要出国吼。那像即个早期吼，1930年代、1940年代，日本统治台湾迄个时阵吼，台湾人呢，即个青年呢，拢要去日本留学吼，讲即个意思吼。所以60年代，大家拢向美国吼，美国留学。所以我就请即个奖学金吼。迄当时啊，拄拄吼，迄、那个时代拄拄啊，美国的工业吼、开始发达吼、大企业就提供足济迄个奖学金，后生呢，互即个外国的即个研究生，就是大学毕业生吼，拢会当去请即、這个奖学金安尼吼。我就去请吼、结果呢？有三间美国的大学吼、有准安尼吼，但是呢，其中有一间大学呢，互我即个专业的奖学金啦。啥物叫做专业奖学金呢？就是讲你毋免注册费吼，你毋免学费，你嘛毋免宿舍费吼，你也毋免食饭费，哇，啥物拢毋免，我足赞的呢吼，我读册安尼会当去读一个硕士。毋免出半身呢，哇，真好咧吼！但是问题是，你台北甲美国吼，行路袂到呢，啊，坐飞机呢，迄当时个美金是1块兑40块吼，哇，搭只机票要安怎吼？哇，阮爸母着烦恼啊咧，讲即个囡仔呢，则无简单啊，会当去美国读册安尼吼。搭这机票要安怎？所以阮老母呢，将伊个金破链啊、金手指啊、八八嘞吼，都我摕互我讲，你遮吼，摕去高雄桥仔头吼，我一个阿舅呢，伫遐咧开金仔店啊，吼，伊讲你遮个金仔吼，摕去换现金安尼吼，就是安尼吼，才有法度买机票吼。伊当时个留学生真趣味，就是讲。即个台湾留学生吼、要去美国吼、拢坐包机吼，规台飞机拢留学生啦。即摆讲个来讲，坐包机应该较贵咧，毋是咧？迄当时是坐包机较俗吼、拢坐包机。有真侪是拢坐船啦吼、坐船较俗吼、但是伫海顶吼、较慢，坐几啊个月吼、较到美国吼。飞机飞就飞到美国了吼。我迄阵伫中原理工学院、中原大学做助教吼，迄、个教务主任是美国人吼、所以我就去三市咧吼。我要来美国读册吼，助教我来试调安尼吼。我伊真好咧安尼吼，伊讲安尼，伊要甲写张推荐函，甲写张批吼，因为我第一站吼。就是要去西雅图吼，西雅图吼，我会甲写张介绍函安尼去西雅图。是安尼要去西雅图呢？伫1962年吼，西雅图有一个世界博览会，
啊，咱在世界博览会的各国吼，拢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伫遐吼，啊，展出因的产品啦、啊、吼，啊，包括因的建筑物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就讲，诶、欸，我学建筑的吼，啊，来参观这个博览会应该真好吼，啊，所以我第一站呢，就飞去西雅图。哦，迄阵出国的时阵哦，等这个上山机场吼，啊，就飞到美国去吼。啊，迄阵就是大汉路第一摆啦吼，我第一摆穿西装，哇、哦，拍两股带安尼吼，啊，去坐飞机吼，啊嘛第一摆坐飞机吼，啊，去到西雅图安尼。啊，迄阵第一摆出国哦，诶、欸，咱的英文嘛讲无讲足通咧吼。啊，佫普普有听有啦，袂讲足顺的吼。哇、哦，啊，着直直揣呢，照迄、那个迄张配字纸揣呢吼。啊，咱知影美国的都市吼，大里市内吼，拢即个较中下阶层的吼，即做工啊，拢大里市内。啊，即白领吼，食头路的吼，大里较郊外郊区吼，啊，郊区一区一区吼。和台湾较无同啦吼，特别是台北，哇，即越来越去拢住伫市内咧吼，啊，较无诶拢住，哎，较外口安尼吼，都相反就对啦。哇，我著直直找啦吼，啊，怎要出国呢？啊，毋知影，无经验哦，吼，我准备一个拖浪裤，偌大骹安尼吼，所有诶衫啦、鞋啦，啥物拢穿落吼。啊，结果呢，摸袂叮当，当国国安尼吼，我啊就害伊咧个迄个郊区去吼，诶，啊，佫找着这主子，哇，足欢喜的吼，啊，就电铃伫咧个试啊咧吼，找啥物试，哇，佫静悄悄咧，啊，拢无人咧，我一声歹啊咧吼，啊，土人牛佫足重啊，要害伊倒去吼，佫害倒去市内，嘛毋知要带倒去咧吼。啊，车头可能嘛袂大一个吼，啊，但系啊，哇，都看到一台车吼，驶过，佫靠倒转来吼，啊，来甲问讲，诶、欸，啊，你是要找啥啊咧吼？啊，我来讲，我要找这间自己的主人啊咧吼。伊讲无啦，今仔日是美国的 Labor Day， 就是劳动节啦吼。哦，全美国拢放假啦，我一下吐起来咧吼。啊，到底安怎呢？吼，哇！这美国人啊，真热心。伊讲无要紧，无要紧，你来住阮家安尼。哦，我听着真欢喜啦，吼！哇，一声拄着贵人嘞，吼！要住因家哦，一声就甲答应安尼吼。怎去住因家吼？啊，结果因家呢，一间厝遐大间吼，啊，甲来伊一个人，大家拢去度假啦，吼！啊，伊当时出国吼，我着撸一个五分啊头吼。啊，乌打散啊嘞吼！啊，所以第一名嘞吼，伊就煎牛排要请我嘞吼，煎块牛排吼，我这一生第一摆食牛排吼，吼我刀啊、签啊都夹起来，都甲切开嘞，夭寿啊！这血塞塞嘞吼，一块肉血塞塞，啊，但是要来食嘞吼，到尾无法度嘞吼，嘛切嘞吼，啊，挂血水嘛甲吞嘞嘞吼。啊，甲伊讲，好意思，好意思，安尼吼，真好食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是真感谢啦吼，啊，这美国人啊，这热心，这好安尼吼。啊，我就甲伊讲，我就是要来西雅图，啊，要来参观恁博览会安尼吼。伊讲无问题吼，啊，伊就透早呢，用车甲送伊博览会门卡口吼，啊，下晡时四五点，啊，甲来甲接转因家安尼吼。啊，结果我伫因家住了四五天啦吼，啊，着看看啊，差不多啊吼，啊了着讲，哎、欸，要转去学校啊。啊，我学校穿个学校呢，伫美国个东部啦吼。啊，咱知西雅图是美国个西部吼。吼、哦，啊，即美国个大陆新大陆啊，吼、哦、真大呢。迄阵咱毋知影吼。啊，我是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西部佮东部可能是。家人坐火车坐到屏东嘛，差不多吼，十几点钟嘞吼。我爱就甲问讲，啊，你是要安怎去嘞？啊，我就想想讲，我落地啊，就提300块美金尔嘞吼。我甲伊讲，我要坐火锅号诶，
哦，有咧航巴士，我迄个海头咧吼，我坐火锅吼啊，那坐偌久你敢知？我毋知咧，伊讲你坐差不多5、6天哦，吼，我毋知安尼吼，啊，当时讲，哎，啊俗啊，啊可以当顺即个机会吼，啊观光啊，看美国个风景啊，袂歹啊吼，哇好啊，我坐火锅吼，啊去佫坐一个吼。 哇，较早个我无遐简单嘞吼！你坐火锅吼，伊台车直直走，啊，你人拢缀台车，啊，要食饭个时喏，伊就甲你驶去车站个边仔吼，咧卖简餐嘞，互你食一个简餐吼，啊，用一个迄个小休困嘞，啊，你啊，佫爬去，佫继续走安尼吼，啊，所以你伫车内困啊，伫车内吼。 差不多拢伫车内就对啦，结果坐四五天安尼吼，坐到 Pittsburgh 吼，哇，我喙齿拢积起来，拢发炎啊就对啦，吼，哎，无够面，我食阁食袂好势吼，啊，佫也无水果，无青菜吼，我佮知影我哇，新大陆啊，遮尔大呢吼，真无简单吼，迄阵毋知影啦吼，啊，去到美国。 第二年呢，我就受到这个伫日本东京发的这个台湾青年吼，迄就是即台湾去日本的留学生办的刊物吼，咧鼓吹台湾独立运动啦吼。我看看，佮知影讲，哎，啊，原来台湾吼啊，受到国民党的统治，啊，国民党的迫害吼。 啊，佮伫美国啊，我有读即个啊，George Kerr的即个 Formosa Betrayed，Betrayed台湾吼，哇，较了解讲原来吼，台湾的即个啊，二二八事件伫1947年发生的啊，杀遐侪人吼，较知影，较早咱伫校啊，拢毋知影吼，啊，所以是因为安尼呢，我伫第二年呢，哇，就加入去。 伫美国的即个台湾独立运动的组织吼，就加入迄个组织吼。啊，一方面啊，读册啊，2年后摕着学士了呢，啊，就食头路啊，吼，食头路就无准备要倒来台湾就对啦吼。虽然迄当时我要离开的时阵，我甲阮老母讲骗讲吼，我头5天就倒来，结果我心内就是讲，气到。 无要倒来安尼吼，就决心无爱倒来吼。啊，所以去到美国的迄本中华民国护照嘛，毋知等人倒去咯，毋知影吼。哎，啊了呢？伫1970年，咱知影吼，1970年，迄当时啊，蒋介石伫台湾呢，伊是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吼。啊，因后生呢，蒋经国呢，是做。 行政院的副院长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蒋介石要培养蒋经国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将即个蒋经国给送来美国，吼、哦，度一个金嘞，吼、哦，啊，要提高伊的地位啦，吼、哦。哇，啊，这海外留学生知影这个代志，吼，哇，真欢喜呢，大家拢讲，哎，这个机会足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那个刺杀安尼吼。 吼，即四国全世界即留学生拢要甲刺杀嘞吼，啊，结果呢，刺杀嘞吼，敢若美国诶，我甲阮舅啊吼，诶、欸，有即个机会啦吼，啊，所以伫1970年4月24号，啊，蒋经国呢，伊伫纽约市一间 hotel 吼、啊，叫做 Hotel Plaza 吼、啊，伊有办一个 luncheon 啦吼。 午宴啦吼，中昼时请美国的这生理人吼食饭吼，啊要推销台湾安尼吼，啊所以伫迄个时阵呢，啊，前一工吼，前一工阮就开一寡会啦吼，啊到底4月24号即工吼，啊啥物人要开枪呢吼，因为。 你无需要遐侪人，逐个开枪啊吼！我想一个枪支落吼，伊就翘起来吼，所以毋免遐侪人吼。啊
啊，结果决定讲一个开就好。哇！啊，当时开会差不多三个人哦，啊，大家安尼心情沉重吼。你讲要刺杀一个人，讲起来足简单嘞吼。啊，但是伊要等到互你，这个枪要扣扳机，哇，无遐简单啦吼。这个扳机扣来到底吼，是弹死人嘞，啊，弹来是流血嘞吼，这不遐简单吼。你若讲无相当的这个决心吼，无相当的这个信仰吼，你可能无法度做这代志吼。啊，所以最后我就讲啊，大家拢无表示讲安尼好，啊，无我来开安尼吼。啊，这个黄文雄呢，当时呢，因小妹啊，就是我的太太安尼吼，伊讲袂使，你有囡仔有某安尼吼。有某有囝袂使吼，伊讲伊要开吼，伊迄当时伫康奈尔大学迄个博士班的研究生吼，咧要读博士啊，啊伊还袂结婚啦，伊讲安尼伊来开吼，啊要牺牲吼，嘛较少就对啦吼，啊所以决定伊要开安尼吼，啊所以伫四月二十一天吼，啊阮就坐。这个蔡东营开的车啦吼，伊迄当时拄啊做迄个台湾全世界啊台湾独立联盟的主席吼，啊阮坐伊的车吼，啊我想伊知影讲会发生代志吼，伊互阮落来了吼，啊车怎啊驶咧怎毋知走来倒去吼，伊无去参加示威游行啦吼，啊所以迄一天十二点的时阵吼。五头啊车就来啊吼，啊载这个蒋经国伫内底吼，啊有人甲开门，啊了呢，伊就慢慢行向这个旅馆的这个大门吼，啊大厅入来安尼，啊行入来大厅无偌久吼，黄文雄呢藏伫一群迄个政治人员内底吼，啊这政治人员吼。有的是联邦政府的，有的是纽约州的，啊有纽约市的吼，啊佮即个蒋经国家己炸起的保镖吼，哇，真侪拢政治人员就对啦，啊所以伊毋知讲黄文雄是虾米人啊，伊嘛是政治人员嘛毋是啊吼，啊所以蒋经国惊伫大厅时吼，黄文雄就开始要开枪啊吼，啊但伊手举起来时吼。边仔就警察啦，警察受训的呢，将伊手吼，甲弄一下吼，伊拍出这面枪支吼，离蒋经国头壳头二十公分啦，拍无着吼，啊无机会去拍第二门吼，因为伊这个警察人真大汉哦，真大壮哦，将伊手杀咧吼，拢爱伫咧涂骹吼，啊伫咧涂骹了呢。哇！三四个警察拢撞我来吼，规个压袂涂骹。哇！啊，伊用跌伫涂骹呢，哇，起码真歹吼。伊怎啊？等咧警察咧，两只脚中间佫弄出来吼，怎啊站起来安尼吼？伊讲 ，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。伊讲，互我站起来像一个男子汉安尼吼。意思就是讲，莫甲饲咧涂骹，让我站起来安尼。啊，结果呢，伊讲即个话呢。变做迄一天吼，迄个《纽约时报》吼，全世界上大个报纸吼，《纽约时报》的头条新闻都是写安尼吼，人民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。啊，伊当时用饲咧涂骹吼，我拄啊伫迄个门口吼，咧分传单吼，我看穿开了了后，哇，会场大乱啦吼，啊，我怎啊装我去吼？啊，结果呢，装也袂活的时吼，啊，我叫警察吼，用迄个擦棍啊，甲猫一下吼，哇、啊，猫着目镜吼，哇，挂着我头壳，啊，结果起种即个代志吼，唯一流血的就是我，就结果无流血，干那我流血吼，啊，结果呢，我两个都即个纽约市的警察，我都抓去啊吼。啊，就伫遐派出所啊，吼，
啊，因为我读个老岁，像我送去病院，啊，第六七针吼，啊了呢，迄、那个纽约法庭呢，将阮两个起诉吼，以杀人未遂起诉呢吼，但是起诉了呢，无遂开庭啦，经过一年了后才开庭吼，啊，其实呢。这个美国的检察官也无法度证明讲我有参加这个刺枪的代志吼，因为我身躯也无什么物件，啊，我也无枪，也无啥吼。啊，结果呢，迄个枪吼，开的迄个枪吼，原来是有登记的枪啦，吼。伫美国买枪真简单吼，你若有驾驶执照，啊，摕去买枪。啊，叫登记一下吼，你的名、驾驶执照号码吼，啊，你就会当买枪安尼吼。啊，结果这支是有登记的枪吼，啊，所以检察官呢，就对到这支枪是啥物人的吼，结果就是一个原来台湾人吼，台独联盟的人吼，当时我叫伊提起来互我的吼，啊，所以检察官找到伊，我就给吓咧吼。讲你要出来作证吼，你若无出来作证，要甲你起诉吼。啊，你的罪名就是讲你摕武器，你摕两支枪来咧吼，摕武器越过州界吼，美国的一州一州吼，越过州界的时，就是违反联邦法，要甲起诉。哇，伊就足紧张啊咧，我伊讲啊无问题吼，我伊就。出庭安尼吼，啊，伊五一十就讲啊，当时摕枪来啦吼，啊，枪摕几粒枪支，啊，摕来互我，啊，要创啥吼，啊，总讲了对啦吼，啊，所以伫法庭内底呢，将阮两个拢判有罪啦吼，啊，有罪，迄当时呢，阮是保释吼，伫外口，啊，佫自由咧啦吼，啊，了呢。啊，判官就是讲，恁无时无日，恁两个人爱出庭，啊，要甲恁宣判呢，吼。啊，结果迄一天呢，啊，阮两个拢流酸啦，吼，都无出庭，我就是走单瑞典去，吼。啊，黄文良呢，走单加拿大去，吼。啊，所以无看阮的人，所以无判啦，吼。后来呢，美国将我呢。但瑞典甲引导倒去美国吼，啊，这还阁有一段故事啦吼。啊，所以我想这个刺枪这个代志吼，啊，咱讲到这吼，啊，咱是不是休困？要休困五分钟还是十分钟？哦，啊，较过来继续安尼，好唔好？